讲到一切主讲面前人才过敏的付钱，你论输了以后发心好福发菩提心，那么然后发念呢，讲将来既寻求不到，命好也要按到米粒啊，接下去就说明其当时发心，既然发心好福，那其就准时走几个洗面去做，就入群山了去清朝修好佛法。所以金门讲，一是沙嘎进入群山创法为相，修行繁恨八千岁中受辱无事，切实此法向此世间一心除乱。那杨行文字说明一切至高明显人发菩提心以后，财富前发念，然后到群山去转修这个慈善命。意思就在这当时发念以后，那他就杀去了几个家庭。可见今年不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环境，可是底下因为他发心要好好修复法为了要专业修好的缘故，把家庭杀了那么当然把家庭事务搞太清楚之后那他就离开家庭进入群山。秋菜当时顺法不过，许多这个群山蒙人带的所在，树木多的所在他个比方这个修好这个慈善米港那么他当时入山修行他并没像现在剃头发现出假象，可是他还是以长发为相。头那么人人用他长长，就是古人无论男女都是留长发那么既然人以留长发为现象，可见就是以当时以蔡家神父来做转修的实际的情况，他即便不会说从现在现出假象，所以是长发为相。仍然保持其原本的蔡家几十个现象，在深山渡行修行繁恨，繁是枪的意思就按照当时古弥利佛的制度，按样办修行，他就照个规矩去修行按照慈善面讲三太平海人经内容所讲的话，做个实际去经验就是清楚修观那么修这个慈悲观。那经过几久呢？八千岁，就是八千年。可见当时古弥利佛出现的时间，可能也是人数长的时间所以几在群山渡行八千年的时间呢认真修了个慈善命就修了八千岁。那么当然几些好佛的时间都不得几多个年龄了，那么已经修了八千年，就是八千两岁，可见当时人数都是长，也许是像那个增加人数一万至百万的时间。可是他正在八千岁修满之后发生个事情，那么他在这八千岁当中也不会说完全没听通呢，每年还是要讨八千番，因为人必定要饮食要做三要吃饭要磨时间，没可能维持这个身体的精神退下，所以他只是轻量感受世间的事物，受用无事，受用就是说世间的欲望感大多亲受暗受，就是说三寸或者说饮食方面吧，如果是饱不饿的，保持最大的汗吐，能够使身体的营养能够保持个生命衣服如何做，寒天不会受冻，一天如何扎身你会是最大汗吐了五是就对于世间一切事情都没做，专业修行，不是显示给专心修行没培养师。那么每一个神法呢，确实神法，确实吃饭都出来托办，可见其里人出的地方也没亲眼体验，托办也有困难了。最大限度能够托办太地王会
经过一点钟到两点钟的时间，太多浪费时间，会影响修学的时间。那么一个太经常是因为反差影响到你修持的功课，所以每日阿弥陀佛成佛饮食方面全靠陀佛成佛啊。那么除了去陀佛以外，全个时间就专修持三昧功德比较容易，所以修持四根，四根就是指前面古弥利佛所说的太子三昧功德比较容易啊，专修两个慈悲三昧都超。修两个三天的功夫目标啊，转移起心，除去心中的散乱，把精神完全关注在慈善密光太比较有能啊，按来转修了八千年。八千年后啊，事情发生了，就是本经而讲的正题了啊。彼此世间呢，有意神间，意思哈没量事，有的根本印度变成个量事哈，那就不错啊。他意的是意神间，讲当时就是给修了八千年以后，有一年发生了个意神，就是讲落海雨做水灾啊，那个意神出现落水灾，落雨变水灾，怎么个办案呢？国王阴王啊，所以这个一个国家两头的人物呢，一个人品非常重要。你像中国历史上，家庭这个帝王是荒淫无道啊，昏君乱来，国家必天出衰败，问题就会重现。天降世君啊，做旱灾、做疫灾，各种情况都会有所发现。所以当时那个一切至高明显人修了八千年以后，当时出现个国王啊，武套荒淫武套啊，就谈上事件的响了，不顾国家，结果呢将会发生两种个水灾的情形。所以古时人往往都认为说两头的人物加个品行老天相息息相关啊，两头人物都会有套有带，那就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两头人都是无套乱来，该国家就会发生种种的次元现象的改变。所以因为国主无套乱来，因此发生那个异神出现，落太雨做水灾啊。在周水灾前，天上有一种个灰神王流，灰神就是扫把神，修法讲扫把神，扫把神也有两种个情况啊。修法讲神的下士啊，个扫把神是两种情况，一种啊是往下水，往下水，个先进财从人个光线上进财，肯定哈常常往下水。也是一种，那个是大王，大王啊，一个神呢啊，一个灰神哈，跟先大王啊，大王将进财进场进楼进头进场，叫做灰神。两种灰神，扫把神出现，爱曾亲眼看过。爱记得就是经济大战结束以后，一个寒战将发生之前。寒战会发生的前一两三年，我在中部一个山洞的佛寺上，如果是他还是一天的时间了，因为天时间俺不是太高头上那个太监面前的佛堂上啊，但是哈，坐到这个位协调，一方面呢，他还为定讲法呢，记得刚不坐很久。坐到十一点了，在十一点的时间突然间看到天上的扫把神出现天光给网上扫的线呢，就是扫上白片，就是鬼把就像老一时老扫把心中央
修法讲说法人就是一次参说法，他是给是妄想，妄想啊，妄想出过去就是往北偏说，他假如讲过头，这种现象没以后，恐怕会有事情啊。可是他这样解说安久诶，应当是不会发生在俺们两个情况相差，所以过也不久啊。太快，俺记得两个是经过一两个月寒战发生，也就是俺亲眼看到个说法上的现象，也俺为实际看过个情景。该老师因为年轻，也比较还某些研究啊，所以一般人议论纷纷啊，俺只是认同，也不以为然。所以当时根本他个也唔知得会有某个事情。所以第二个国土当时一些职工民先人受到八千次，所以以后国家国主方言不通，所以发生那个非常网流的情况。网就是大网说，说把整个县大网说唔会向下沉，所以亚种的现象发生之后受到太严，连绎不止，连续六日无停止啊。那么因此一落到多呢，风水泡涨啊，山当的风水，风就是太气太给山水泡涨起来哦，到处都是水灾。那么因为天时落日年年都雨，先人断错啊不得缺失，经历千年，可见该雨是连续落落千年之久啊。那么先人爱依托办嘛，必定爱天祥哦。最大限度也有行通的个时间呐、比如讲有灾，恰灾能行的，唔多真有办法去托办。个雨量相当大，根本无物该可以遮挡，所以个先人才群山渡海啊，无办法好出来托办。一方面可能也山水泡涨，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行路的所在，交通有问题。所以连续七日，今日七日，山丹康无准备有干粮，无饮食，无托把就无好事啦。该做好清楚，日日看过日日，人家庭系无好事，问题相当严重啊。生命就会发生严重的威胁，所以已经经过七日了，七日无事了，该生命已经到他将将要临危的时间，挺危险的。可是先人为了修行，不能去托办，也就不管其情况如何啦，纵然没事也无关啦，因为反正都存唔得啦啊。此必临终有五百拍兔，有一兔王。母子逆处跟母子哈，下面个一点就撇出来，没去正考。可是两个事实出在两场，两场就会安的。不过几点是表示说上面是用点，没全部一撇。家庭个底部都强强底部都哈，对个中间盖网对上面撇了哈，该变成母子五啊。就是个平常那个论你所讲个临财无交代啊，个母是唔系母，也系母，父母个母，母是应当底部上下两点，上一点下一点应当点，可是下面一用撇，佮一撇撇从外边来，会变成母是，所以应当也是母是，正确母是个写法，现在是用点，冇用撇，可是也是可能固体的事。母子逆处，鉴于先人轻易不识，已作四年。今次先人未复托故，不识多年，命不允然。法通将变，法开将切。我今当为无上太法，令得救出，不惜神命。呀，就是当时三度行一个兔王啊，两头五百拍兔。个土王个讲法，是就是六太乙六爻青年，先人我青年某时个同时，比山林中就是先人清楚个群山林木之中啊，有五百个土诶，都是拍摄个，全五百拍土，这五百拍土当中有一个土王，土王系母土，母星诶，五星是不是？这个母土啊。
有一个结请神子，所以母兔女兔，就是除了两头五百兔以外，几只个本身啊，这个兔王母有一个啊兔子，用着出类，就是四脚个成畜了，雕一两脚成禽，所以母子女兔都是属于兔子了啊。看到这个显年轻也不是，哦，一切只讲明。亚维婆罗门是仙人，真修的仙人啊，轻易没吃饭，不能托班嘛，啊，两个兔王就按来讲，一到四年，兔王讲，今次仙人呐，未佛托过，不是道人，命不由人，讲两个修仙的人，两个修行的人，为了要修好佛陀的缘故，不能去托班，没事了，已经道人了，不是道人就是道人没事。已经清净了，这答案都清净模式了啊！命不由人，为我死，磨合清就跟寿命啊，人就是长，寿命磨合清长，因为模式最后为我死，所以讲命不由人。加起本件我死呢，发痛降病啊，发开降气，修好佛法嘅各处法同嘅指引啊，会变坏，会坏的，同时高现你。讲起修好佛法，能叫师父法高现在世间来教化众生。现在因为模式为我事，就会变他。发开讲起，既存了初次佛法，修好佛法嘅太发开，一个我事，等于开水找的咁样，起就找的。如果到人哋嘅情形呢，心中起感觉到悲伤，讲啊。也按有少根人啊，唔好本住我事啊！我今当为无上大法吧，令得救出不是神明。我拍土王出家，按嚟讲，讲我今为了一个无上大法，我应当爱设定佢能够救出世间，唔好本我事啊！咁我出家，我唔会想到我嘅神明，我来帮助佢，是佢唔好我事啊！意思佢要用这个神用。来供养两个一切至高明仙人，这个主兔就老其他个五百兔说明其而用神迹来供养一切至仙人的法啊。对于一切个兔子个太宗讲，一切诸行皆是无常，诸行无常，释迦世尊太普法行时时讲到，凡事有所作心，行事通照啊。一切诸行统统都是无常的，当然人生有神的平时一样无常，众神爱神啊，空神空气，可是人人爱自己的身体，空空神空空气，没得到一点好处，没修到一点佛法，所以说未成未法，不成未出佛法嘛，来做一点工作。我今欲为一切众神作太求了，令法救出供养法师，说我土虽然是肉身，我为了要做众生得到佛法的太桥梁重要，我来做桥梁，因他也给一切是光明神人本于有何事，不会我事能够不以修法神修，是令其佛法能够救出世间，能够度化众生，所以我要用我的身体来供养这个法师。你是土王，这位群土已说几年，该当时土王就为啥跟五百兔讲了下面的气象，讲要有学生队带问祝福名，愿你三恶托不成办难处，讲想要众人是学生，因为其实土的众人是学生，可是如果能够谈到佛的名号，从此愿就能够离去听用我个学生的三恶托，而且以后生生世世不会成在办难之处，办难平常常常讲办难哈，就是天佑我贵学生三摩托，就是办难的其中的三种啦，还有盲聋暗哑失智偏重不吉鲁族长寿田，也都是办难之一。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身材不前不后，也不是办难天佑我贵学生谈佛法不多，所以是办难。长寿田比当讲话回归上田无上田都没办法和谈到佛法还有被吉鲁族也不闻佛法世间上的人
啊，木柱会看唔到，望二龙啊，或者掩啊，讲翻唔出啊，龙呢？哎，木柱看唔到嘅，都冇办法做好方法。众人神地天空，唔管谁想，但是呢，师资偏重也不能做好方法。众人有思想嘅智慧，有偏才，有聪明，可是呢，冇善尽，也不闻佛法。啊，也个方案常常曾讲过啊。以前一般不是往往会像个一般个老秀才啊，或者是个落魄秀才啊，无奈何时个系咪在佛事上有饭食啊？那么佛事上在文字方面就有帮助，还可以教多少个瑜伽个书。可是有种人先期佢唔信佛，佢唔会信佛。我从前做师生啊，我很幸运的时代，山上有一位老先生相留，因为啊呢说把狂性狂性啊，无人现在证明，拜拜向到讲那刘狂，刘狂先生啊呢，哎呀，个刘狂先生吼，佢虽然是从大师傅师行，师傅做一番，讲瑜伽个术，可是佢唔信佛，又看到普通一般面上成日胸金刚经吼，又来看。看看啊，金刚经啊，有嘛个两只水桶啦，一只桶有水，一只桶无水。两边无水哦，空嘞，改变有水倒过来，哦，两边有嘞，改变有空嘞，倒过来倒过去。叫金刚经就讲个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根本点点嘛，搞那空，也莫名其妙。其他人真唔相信你佛法讲个法，佛手点看啊？但是佢师傅做法。佢只是讲瑜伽嘅术，和天气啊，六十名顾啊，那个顾问官子，顾问嘅六十名哈，佢一金金明明主嘅路线讲看金刚经，佢咩，佢就讲咩，佢讲那个一金金啊，讲咩啦，黄庭坚的是，土高嘅黄庭坚，佢明明是下讲一金金，也就是看啊。就看金刚经的事，讲六十行啊，虽然是冇乜嘅好啊，但我可以看金刚经，可是佢唔相信呢一套，偏偏我见到讲黄庭坚，所以也是非常气，也是按照师资偏重，师资偏重嘅人啊，跟你冇智慧嘛，有智慧说通听到啊，有偏才又会讲但是呢，佢对于两个佛法完全冇信心，一切都唔相信，这就是师资偏重。既然没木下啦，眼就看得到，手都见到，又没尼龙，再一位讲法，又偏出来又有，可是偏偏不信佛。世间的众人不会说啊，许多，许多啊。那么往往几对于佛法，就是佛法在面前，几都不会接受啊。所以这种人呢，这就是善根，根本可以讲，在佛法无善根，失之偏重，不会好佛。身在佛前佛后，这都不一定不好。比如矮人猜是给父子后米粒父子前应当是父前父后帮他指引，可是矮人有你的佛法的基因晓得学佛法，必须佛才是个相同老母都喊过养所以因为土王讲的其中讲家庭是能够修好佛法，不会落在沙漠头，也不会生在板难处，讲从此以后生生世世生在有佛法的所在所以其中弟兄还有一个要文化奉行，身处上吃佛，唐道佛法就在奉行，生生世世常常能将老佛佛法种下在一个地方。新法无逆法，归于以前圣神。讲新佛法不会有法逆，不会有迷法，那么应该就是尊重法宝，吃佛就是佛宝，新法就是法宝，归于以前圣神就是神宝。佛法生三宝为佛法的总纲领，所以学佛必定要尊重佛法生三宝，随顺主戒行，以师七德佛，随后顺从佛所指的戒法，努力精进修行，按来认真修行，一天清净就会成佛。七戒的意思，莫看到讲神篇哈，七篇的七所以别讲戒的意思，禁俗的意思。清净就会成佛，比姿态涅槃上述无量道，清净就会究竟成就态涅槃，成就无量无边的快乐，就是究竟不过。
你是土王说吃起的各族土人，这种是土王对五百土讲了，给他讲完之后就对于所有的五百土讲，我今一生啊欲穷养法，你的你当各各随之，我要用我的身体来穷养一下法师，个小方法方法的一件事讲明声音啊，你能太敢应当而身份起心啊，所以就好，所以我唔太敢身份起心的人，如何呢？我从多日上身无数，三托所是为鸟出行，唐生唐死，未成未法啊，讲我无量劫来多生多劫生生世世，丧失神命啊，算不算多啊？生生世世唔知死过几多千万次，算不算多？人人都是本来个贪嗔痴三毒所致，错罪孽，为鸟畜生，怎么做雕的啊，做畜类啊，现在畜的啊，就是畜类的神仙。唐生唐死，这叫唐死啊，洗发的意思，浪费的意思啊。就是腹部唐见的唐啊，啊，唐见就是洗肺啊，更爱生生世世浪费两个身体，空生空死的意思重要啊，那只是唐生唐死，空生空死毫无意义，不是为超佛法，不是为超佛法的贡献，所以根本呢，我有两个机会啊，我来重要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吾今欲为无上法故。牺杀神明重养法师，讲爱根本呢，为了无上啊，该太讲太个佛法的缘故，爱把那个神明杀掉啊，来重养那个法师，就是给法师嘛，要重养那个一切之光明仙人啊。他讲看到两段话，会感觉到挺奇怪哦，突然会讲法啊，那么以凡夫的想法来看呢，当然不会相信。哎呦，那有安尼个事情啊，土话会讲法，喺外面都怕模样啦、啊，你都讲来骗人噶啊！世间人往往会去安尼个信仰，唔错，安尼个信仰唔好事。人人在那边呢，你唔好忘记，一个土话系菩萨化身，唔系普通一般嘅嘅俗神托，系菩萨化身。一个土地哈，从前已经是过年前啦哈，喺民国77年开始讲那个优婆塞改建哈。优婆塞改建好地方就有讲到，优婆塞改建提九品啊，这个按照尼菩萨心见故品地方有一团文，讲菩萨正在修行菩萨托的时间哈，也往往实现在这个俗尘托的众生身份来托突发俗尘托的众生，就在这个尼菩萨心见故品提九哈，提九品地方的经文上有一团案例讲。善男子，沙利烦恼终不得修恶有之身，是故菩萨随现恶念，是非神教于恶所造，是十年的以十年的修恶畜生，唯有调伏彼畜生故，菩萨先修畜生身意，善敌忍尼法尼十尼，不除恶泥，不污泥泥，心上灵门，修习慈悲，无有妄业，是名菩萨不可思议。呀，就是你菩萨心经古品第八度的一段话，讲菩萨多了得不退转以后，最大含图哈，除地以上，除地以前的菩萨还没可能呢、就三千米的菩萨还做不到，而等身。等到身为破无明正法身以后，最大限度出地以上，出地以上菩萨得不退转，有不退转的能力哈，就可以实现在学生当中做学生啊，所以做学生的时间以学生身份啊来突发学生托的众生，所以众人做学生既能做人义，也基本上明明讲善地人义，晓得人的法，我讲人嘅话，我老人讲话，像呢个六牙人嘅六王中央，情况中央啊，佢会讲人语，又会说法语，所以呢个土王啊，系菩萨化身。后面啊，吉辉古剑就讲到啦，呢个土王就系释迦牟尼佛嘅前身，释迦牟尼佛修学菩萨托，登天以后
特别推荐的 TV 以后，特别推荐的 TV 以后，昨天的畜生托的众神啊，像鹿王、兔王啊，乃至其他各种的啊畜生，猜的个涅槃经上也有讲到啊，涅槃经啊，底部有一段话讲，菩萨摩诃萨受彼生时，尚未众神言说正法，非受假宾下罗鸟身，唯主众神说正法故，受乞陀身、鹿身、兔身、象身啊。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引体行菩萨他不但是土位，其他各种的畜生托的神官啊，几组成书歌。所以你看到节目上讲土位不会讲法，咁有安尼个事，也系菩萨。唔系普通嘅土位，你明白了嘅土地，就显示讲一个菩萨化身嘅土位，当然有能力讲法。哦，下面嘅文字啊，由下次再讲。